多任性吧。整啥呀你？就挂车上好看。这在国内买的呢，这个哈。国内的多好看呢，这地方卖就贵了，卖这就要50加元。搁丽江买的。那啥呀？买个圣诞人来，高11尺，老高了，房那么高，11尺高，100块钱买，可能中国产这种。充气的。嗯，充气的，带气泵的。我圣诞节给装上了。一上午出去一趟，又买啥了？上工具店？哎呀，买老多工具了，东西得花钱收拾工具了，买啥都有啊，这东西。你要是能干能动手啊，在加拿大就给你动手做吧。买油漆了吗？我说把那门涂涂。那不，就这事儿吧。你看我的事儿吧，从来都不上心。他想整啥，立马就去整去。我说把这个门整点油漆刷刷的，就这个门，看着太旧了。破又旧，但是门挺好，这是老式的门，你看它门铃呢，我觉得这门挺别致的，挺有意思。换一个门得不少钱，我就买点油漆刷一刷。我想干的活，猴哥是不太支持的。这老孔子支持我。哎呀，我不得给你靠你花钱呢，我哪有钱呢？猴哥这租的多亮，过两天儿子回去给我搬屋去，我自己搬不动，好几百斤。哪天俩儿子都回来了吧？这租15000起，我两倍也使不坏。我来买杯咖啡，这咖啡店里还高上保安了，维持秩序，不让人进多。我买咖啡回来了，没给你买啊，我自己喝了，不给你买。你知道那块咋回事吗？那个还有保安一个女的搁那块看着呢，你这不是咋回事？完一个小学生，中国一个小姑娘搁那买咖啡，搁我前面排队。我问他，我说这怎么还有保安呢？他说的那块因为有小学生、高中生搁那放烟花，搁屋里头啊，所以把座都挡上了，这么回事？我不信，没人呢，这东西得吃的。哎，你干啥呀？你倒腾出来，你给我收拾冰箱呢？你扔的不要了，旧的，这是买房那房东给的，好多年的烟，可能快有20年了，都好用。你咋这么能造化人？你都天天捣鼓，这钱看不着看不着的。好好冰箱扔那干啥？没用上。地下室没有呢，赶明地下室那厨房我们要收拾的话就安上了。啥玩意儿都扔着，你别扔着冰箱。冻那些蒲公英也没人吃，你过两天回国飞机上飞，你多洗开，一个就一斤的这蒲公英，都扔了。扔不扔冰箱不能扔，你先别扔行不行？冰箱得注意这个门啊，得卸下来，要不政府。你别扔行不行？以前呢。你不扔，你先搁这搁了吧，把电撤下来，以后要用着呢，先别扔。不留着。电价捣鼓，这个钱看不着，这个钱看不着，看不着，就这么造反。这冰箱原来在厨房里可好了，搁那搁，正好那个空，哎，我没在家，它挪出来了。我做饭那个整那冰箱还得绕到那边去，去上另外一个冰箱去拿东西去，可费事了。这猴哥从来就是自己感觉啥，就凭自己感觉干。他不管我做饭方便不方便，省事不省事。这个搁屋里那个甲吧，跟那个烤箱跟那厨房都是配套的。就说起了话，这人都生气。你想一出是一出。别冷，说不听啊。不能留着玩意。这就是真是只勤不俭那活的，干活挣挣挣。今儿早上跟我俩反呢啊，我干这活挣这钱你都没有了，那咋没了呢？我也没花，我也不管钱。都你自个儿管钱，我花点给我点，花点给我点，我那彩票都老厚一沓子了。你别扔行不行？你这想一出是出，说扔就扔，没啥用着，花钱浪费钱了。浪费钱，你再买一个不花钱吗？你没有了，你买一个不花钱？哎，你别，你往后面推一下就，我装不上，你往后面推一下。能不能听我的？不扔行不行？扔它，不要装，费电，老费电了。这玩意没啥用。那地下室没有冰箱，赶明天。明天这没冰箱，抬不下去地下室，地下室得买新的，这抬不了地下室。这个我先放原来那个位置，完了屋里那个高地下室去。推一个。你这不闲着吗？你这不是闲着吗？我昨晚说啥话不带听的？我搁这家真是没有地位，我得走。我搁家是主妇，但不是主人。这扔冰箱啊，一定得把门卸了。原来有过一次啊，就有小孩钻着门里捂死你了。
从以后扎的任务是有个规定，扔这个一定把门卸掉，扔一定把门得卸了。我真瞅你咋这么来气呢，真是啥用没有啊，啥用没有，那买新的就得花钱，新的这么费电的玩意，你看你当时省那一个钱。我这是做饭的吧，管不了厨房的事儿。你过两天回国，我这活的悲催呀、啊，这是，真是悲催呀、啊。来，等会儿门卸，拿枕头。给他忙的。这玩意不行，这玩意就给我拿屋去。这好好几块钱做的，这不猴哥的广告牌子，拿屋里过这个。门得卸掉。哎呦，心这个堵的，啥也不听啊！敲碎了干啥？要谁用的捡走呢？啊？不行，你这一定得卸，不信你砸人，我还出你麻烦。你这好冰箱，别人谁捡用呢？太任性了，这咋多任性？你说，拆了扔没事儿，那么扔要不就政府不要。这去年木在家一个冰柜也给我扔了，捡回来的东西他搁那这粘起来。这边有捡铁的卖铁，到这捡走了。要你扔得花钱扔，你要门不卸，政府抓着不让，罚你款的。这你卸了他不管你。无语，无语，这是猴哥的广告画。这是跟你俩这花钱做的。心堵挺，我得、哦，我得必须得回国，我不能搁这跟你俩惹这个气了。说吧，说不听，管管不了。哎呀，干生气一天。家猴窝的院多宽，俩车搁院里磨磨都没事儿。扔的他不扔，不该扔的吧，他就该扔。这又买一个这玩意儿，花多少钱？一百多吧。一百呢，这可好了，老高了。圣诞节时候挂上，一米十一尺高，十一尺高，你看十一费的，老大大人了，就做完这样事儿，你看。